因为现在就是，跟以往的演出就是总是就特别 rock， 非常就嗨点特别高，但是现在这个更用感情，就是好比像就跟谈恋爱一样。有些歌是特别奔放，特别那种嗨的那种，但是有一些歌就是特别深沉，而且非常沉思的那种感觉。一场演出，那个观众能感受到的是不断的情绪有不断的变化。就不是说我们要强调的有些音乐性嘛，就不是说只有就是现场很一种很嗨的状态，也会把很多不同的感受带入到这个演出中。谢谢 ，Thank you，I love you。